测试到的车辆要转进中央路一段225巷时，如果巷口刚好停有车辆，就因为路面狭小，根本无法会车，甚至不小心还会擦撞到路边矮小护栏，造成车体损伤。即摆就是吼中央路一段吼225巷这条吼，就是要透中央路啊，路拓宽啊，就是这石墩四粒来甲刷卡。刷内底，这个才袂去夹到人对方的车线、车道。拄到这路口吼，会车的时候，有当时啊拢是先停车先退啦。无咱哩高速公路安尼入来吼，咱若无退后伊过吼，迄个过会塞车，搁危险安尼。这是地方村长代表反映状为公所，乡长沈青山特别到场视察，听取各方意见。初步将韩文县府希望将护栏内移一两公尺，增加路口宽度，方便通行。191吼，侧车道甲阮中央路225巷的交叉路口吼，因为做迄个中心六路甲225巷拓宽以后吼，啊，伊这个路沿变成在路中间，啊，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，所以希望公众这个路沿的迄个安全岛拿掉以后，会以保行车上的安全。无，你若这个会错是有相当的危险，啊，因为你这路面下嘛，啊，你这个因为。嘿，食过线，所以讲吼，这个会造成危险。啊，咱尽量避免这个问题。所以讲，阮建议这个石墩啊，甲刷到内底，安尼。这是属于迄个咱管路甲交通局的。啊，今日会勘主要目的就是讲要甲这个路口啊，啊，甲这个牛舌溪护栏稍微移开，啊，让这个路口甲这个啊，咱的迄个路基啊，会当变宽安尼吼，让这个民众你出入的时啊，啊，较方便一下。在路口未改善之前，提醒驾驶民众行经这里时要特别注意会车死角，以免擦撞护栏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